这何木子就是陈默心里的开关，一碰就灭火。以后谁也别碰了啊！你们就喜欢整我，整他呀？我有什么好整的？哎，哪来的饼啊？买了。毛毛店买的。你说什么？毛毛回来继承家业，今天刚开张。你没说也怪了啊！他那老爸没了，按理说他的店得黄了呀，咋又开起来了呢？ 一直听陈默说关春和毛毛的故事，今天初次见面，我就没忍住，问了一个爆，打了一个啵。毛毛孙子回来了啊！这什么洞啊？不就一个前任吗？在我世界里，别着急，没有前任，只有唯一。没有，毛毛。 太性感了！太吓人了！吓死我了！都10年了，让他好好发泄一下吧。对，好好发泄，好好发泄。十几年前，毛毛老爸在附近开了家饼店，号称饼王。后来全家搬走了，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毛毛又搬了回来。 继承我父亲的精神，重现毛家的绝活，“饼王”这两个字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说好！等等，慢点，不要！再给一次机会！我这把年纪不想死在这里啊！是什么死啊？你懂美食吗？ 体已经过去，心爱你就体谅。黑暗的社会反背世界，叫我何去何从？是我个性太倔强，也是社会黑白反常？一个声音叫着我，叫着我，勇出江湖。 我是来道歉的，我好命啊！荡妇，对不起毛爸，对不起毛毛，谁要道歉啊？我姐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还不知道是你害的。爸说过，要是你再……就打断一条腿，滚！掐死！滚！毛毛。 伤心心情沉重的脚步勉强来离开，满腹的苦衷，满腹的痛苦，不愿来流浪。臭死了！叫我怎么做生意啊？毛毛，小鹿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他是你的粉丝啊！对对对，粉丝，粉丝怎么跪着？ 他腿断了，残疾残疾。腿断了，快点抬进去啊！不要害我掉粉啊！带走，谢谢你们。小心点，要不然弄死。你要吃什么？还用问吗？毛家绝学，黄金灌顶。什么？黄金灌顶你都知道？刀光剑影练黄金，嗯，鼎中之王无虚名，层层美味。 含真爱。
薄如蝉翼，要人命。在我心目中，他是天下第一饼。好，对，行家，我一定满足你。劳驾，坐好了，急慢药。 香啊，火有点大，对，我稍微改良一点点。黄金灌顶，火气冲天！对对对对对，火气冲天！赶紧吃，再不吃少成。哇，好吃吗？ 怎么了？别怕，没事。这么来？好吃，要不要再来一个？哇，这个真实诚，一口就饱，牛逼！谢谢。吃饱了还不走啊？嗯，哎，怎么消化消化一下？好，我去帮你倒杯凉的。嗯。想吃多久就吃多久，腻歪自助餐呢、啊？快走！ 这里，我肚子饿啊！你肚子饿？啊，对，太好了，我刚刚灌完顶，请你吃。看不出来你挺能吃的，100多斤面粉，一下就没了。100多斤？嗯，我再去买面粉。报告，医生说，饭吃三分饱，多吃4个枣啊，100多�斤刚刚好。 那我有没有进步啊？何止进步啊，简直是接近完美啊！送给你，我收集了所有老客人对毛家饼的印象，还有全世界各种口味的煎饼秘诀，你看了肯定有帮助。来，谢谢你。 其实我以前很会做饼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是啊，你以前做饼本来就很厉害啊。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以前的事情？因为我们是从小在这里一起长大。 你在那边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整天在那边打游戏，没有人打得过我。你呢？整天在店里卖饼，没有人做得比你做得好吃。不记得了。啊，记不记得这个？假币啊！啊，不是，可不可以麻烦你，退我过去一趟？走。 帮我一下，这是啥呀？那这个呢？
是代币，用来打游戏的。而且我们是因为这款游戏认识。嗯。我是八神庵，你是草剃星，但你从来都没有打赢过我，还输了很多这个。你留着吧。虽然它现在是坏的，不过我一定会把它修好。到了那一天，你一定能找回毛家饼的味道。对，我弟快回来了，等下我叫他帮你一起修。那我该走了。十年太长，什么都有可能会变。一辈子太短，一件事也有可能做不完。回忆永远站在背后，你无法抛弃，只能拥抱。其实管春和毛毛的故事也是从十年前开始的。那个时候的管春是个传奇，拳皇第一高手，天天泡在游戏机厅。毛毛是饼王之女，天天给管春送外卖。再给我三秒。吃饭。你现在了不起啊！再来。再练个十年呗。垃圾。难道你要给别人？凭什么他的兵六级的？你有意见吗？对不起，冰琴，这样吧，我教你打，免费当学费。没兴趣。考虑考虑。这个月的饼费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？如果你是喜欢女的，那我们当兄弟；如果你是喜欢男的，当我女朋友。你别骗我啊！靠！那明天看电影，超级大片《铁达尼》。我警告你，你千万不要骗我。我妈当初说去买菜，之后人就没回来了。铁达尼是不是？时间到，你人没到，我把你剁成凤梨。再来，别来，有约。小伙子，都放完了。三只小伙子，再放一场。神经病，死老头。妈妈，你想死的，迟到那么久。全部给的票啊！你故意的！Round three， 第一高手是吧？
无懈连招是吧？打断他的手，看他还能连几招？打！等到管春出院，毛毛已经消失了。我颅内出血，我送他回台湾了，他什么都忘了，连我都忘了，都是你害的，不许再回来，滚，毛毛！拳皇第一高手管春，一辈子只输了一次。就是这一次输掉了毛毛。精诚所至，命运给了管春 continue 的机会。哇，你有信心修好了？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可是我不会，我教你啊。呀，忘了吗？我是八神庵，你是扫地机。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个啊？这两个人啊，一辈子纠缠，虽然经常打架，但是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来，怎么玩？我已经教过你了，不过我再教你一遍。如果你以后再忘记，我就继续教你。知道你不会忘记。不要哄。打游戏，姐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他打游戏造成的。我让你再打，凶啊！让开！去你的八神庵呀！你干嘛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伟大的爱情总会有阻碍，管春虽然断了腿，生命力依然顽强。不知道他从哪儿翻出来一本书，好好的爱情片变成了灾难片。怕智商露出去吧？他哪有智商啊？他智商等于零，露啥呀？你们知道什么是反向人吗？两个人的运气相加起来是100，这总量是永远不变的啊。
就像我跟猫猫一样，你过得好，他就过得不好，他过得不好，你就过得好，懂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这意思就是说我得把我那几个前夫弄死，我就发财了。哎，你不是只有一个前夫吗？怎么出了这么多呀？姐们多了去了。你管他几个前夫干嘛？你们别不信啊，我问过了，我断腿当天，毛毛店里多卖了3个饼啊！我不信，捡了个板砖砸了自己头，哇，多神奇啊！多卖了2个饼啊，那反向人是不是很有道理？打成这样才5个，所以我不够努力嘛。来，我们帮你。别，谁也别跟我抢，我赶时间。我老婆等我回家给她按摩，好吧？我先来，好吧？先给我按摩是不是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啊！哎呦，来啊！我打死你啊！你吼什么呀？跟我吼有什么用？神经病啊你！滚！等一下，滚！哎！不是吧？疼吗？谁下手轻就是王八！谢谢你们，上去！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。为了让大家能有好日子过，我只能把一尊大神请了回来。他就是名震中华料理界、独步民间糕点业的饼神，也是毛毛的大伯。为了摆渡管春，我求了他整整10年，他才肯放毛毛回来。当时我答应你啊，是因为时代变了，想给年轻人一个自己的选择，好心办坏事。从南美请你回来，就是因为管春这个神经病。你看，病历卡、欠条、公安处罚单，再这样下去，肯定他会弄死自己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其实他也不过想毛毛多卖几个饼。你是一代饼神，是不是可以训练毛毛，让他成为饼王？那管春就不会再折腾了吧？没那么简单。我们毛家做饼有一个传统，要斩断情缘，清心寡欲。当年毛毛老爸成为饼王，也是因为我把他老婆赶走了，他才能一门心思的做饼，训练毛毛做饼王。可以啊，就是可惜了这孩子了。饼神连顿饭都没吃，当天就把毛毛带走了。还没想好怎么跟管春交代，他已经发现了。毛毛走了，管春在门口站了1天1夜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我深刻认识到自己搞砸了。为了等毛毛，管春正在突破人类的极限。毛毛，我想你。在管春快撑不住的时候，救命的饼终于到了。看情形，毛毛应该结婚了吧？说什么？反向人原理嘛，你不是说你越惨他就越好？你看你，
快变成乞丐了，那他应该就是一片光明，结婚生子，过着幸福快乐的。你再说了。来，哪来的？别管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熟悉中带着陌生？嗯，幸福里又有一缕悲伤。其实毛毛离开之前我见过他，食物是有灵魂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出属于你自己的味道，加油。我一定会成为禀王的，在那之前替我照顾好春春。嗯，这个饼是毛毛现在对你的感觉，如果你可以感受到，应该可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。手中他是爱我的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找的。看地址啊，白痴。我刚才讨厌我厄瓜多尔。沉默兄台，剑心如舞，人生海海，春去秋来。厄瓜多尔有点难找，我可能坐错航班了，有消息再联络。地管川，我的手表忽然换了功能，每当有人需要百度，它就会亮起来。这包交给你，订飞机票。啊？这不是南极吗？南极。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，但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明天。只要这个手表继续亮，我就会继续做摆渡人。这不是宿命，只是我的选择。